现在我就小心翼翼地前往这个教堂里面看一看。这个教堂完全就是由这个骨头堆出来，而现在我已经闻到一股这个湿湿的，而且还是这种有点发霉，哇，踩到什么了，有点发霉的这个味道，哇，真的看得我是这个瞪大了双眼呀。因为啊，就是你很难看到这一万个人的骨头啊，就这么残酷的穿成了串儿啊，这边还用这个人骨拼出了一个圣杯的这么一个形状，而且在这个杯子上还放着人的骨头。哇，就这么明晃晃的堆在这个地方啊，哇，简直像到了白骨洞了。1318年，布拉格爆发了黑死病，捷克地区尸骨遍地。教会的乌鸦头医生成为人们唯一的治病希望，但是依然控制不住尸体的蔓延。库德纳霍拉的教堂周围多出3万块墓地，由于实在没有地方掩埋尸体了，后来富有的施瓦森贝格家族买下教堂的地皮，并请来工匠 Rint 来装饰教堂。这位木匠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他环看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人骨，于是他就用这些人骨精挑细选后搭成了这座举世罕见的巴洛克式教堂。可是就在多年前，这座人骨教堂还发生过游客神秘失踪事件，警方介入调查至今未果。关于人骨教堂丧尸归来的传闻不胫而走，让人匪夷所思。我身后这个就是 Rint， 就是这个整个教堂骨头的这个设计者，他是一个木匠。这1870年呢，表示着这个教堂在1870年呢，翻修过，很多的骨头呢之前就丢失了，所以说呢，真正的这个骨头量呢，比现在呢还要庞大。在这个教堂的正中间呀，有一个吊灯。这个吊灯是用人的各个部位做成的，就在这个吊灯的正下方呢，有一个这么一个入口，这是地宫的入口，里面埋藏着15具有钱人的尸体。我得从这些骨头的身边走过，哇，他们就在趴着就看着我，就感觉他们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好像在往下看，而且他们嘴张得非常的大，因为没有下颌骨嘛，所以他们就一直张着嘴。由于没有人动他们，所以能够看到他们眼睛里接满了蜘蛛网，而且我还看到有些小虫子在这个眼睛里爬来爬去的，风一吹那个蜘蛛网呀随风舞动，
就感觉到非常的惊悚，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吓人。他这边呢有个非常大的窗户，窗户这边呢挂两串这个人的骨头，这个人的骨头呢可以说呢也是把这个很多边角料都用上了，因为在这个塔楼的拐角呢能够看到很多没有用上的骨头，即便是一些骨头呢穿成了串，但是没有机会挂起来，所以说呢这些能够被挂起来的骨头呢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哇，真的是非常惊悚啊，你看头后面都是这个骨头，它是按照这个窗户的这么一个框架顺着它，然后呢顺势的摆出了这么一个尖尖的形状，而且是很多这个人头。这个人骨教堂呢可以看到这个房顶上呢非常清晰的哥特式的一个勾边，勾勒出一个尖尖的窗框，仔细看这个墙皮啊都掉得差不多了，但是呢也没有刻意的去修缮它。在这个二战期间呢，捷克地区呢并没有得到很强烈的轰炸，所以说呢保留下来的这个人骨教堂呢充满了一种浓浓的古典气息。看看这边这个教堂里面的这个放贡品的神龛啊，由于年久失修呢这个土质都疏松了，看着感觉要塌下来一样。这边呢就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塔，总共有四座，这个塔呢就分别的把这个地宫包围着，可见的这个地宫呢是相当的重要。你看这有一个尖尖呢，这个就是烛台，其实在这个人骨前面是放烛台的，也就是说这个塔是一个点灯的塔，既有艺术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挺惊悚的。基座最下面的这个骨头啊，这边还盘了这么一条蛇。捷克爱国人士胡斯献身宗教改革，因罗马天主教视其为异端，处以火刑。胡斯死后爆发了胡斯战争，这场战争影响深远，死伤惨重，这也是欧洲历史时间最长的著名农民战争，很多胡斯战争中的士兵头颅就存放在这里。看到这个里面啊，堆满了这个骨头，它是一个堆成一个塔的形状。它是先做一个这个木质结构的框架，然后把这个骨头再摆进去。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木质结构框架，它也是有一定的艺术性的。哇，看看里面这些有些。我现在呢就到这个人骨教堂上面的这个塔楼去看一看。塔楼呢其实也是这个人骨教堂的一部分，上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哇，我们其实看到这两边这个塔楼呢是在这个1421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胡斯战争呢而烧毁了，后来在这个1703年呢到1710年，有一位意大利的艺术工匠又把这个塔楼呢给修复。
奥斯瓦尔呢是位于教堂下面的一片平凡的墓园，这里的这些传教士曾经写过一句话，人呢跟上帝有一个约定，当人去世的时候呢，人们就会来到上帝面前接受上帝最公正的评判。如果别人喜欢你，那是你的表象取悦了他的眼；如果别人信服你，那是你的魅力征服了他的心。别太把别人的喜欢当回事，充其量你只是活在他的表面。要珍视别人对你的信任，因为你已经走进了他的心中，万一出来了就很难再进去。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自己装扮成花瓶，而是不断提高能够让别人幸福的能力。人骨教堂丧尸归来的传闻，不管是真是假，这都激起了我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我的冒险旅程从这里又将开始。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有一座充满了魔力的大桥，传说只要抚摸桥上的圣像，上帝就会立刻派使者帮助你。雷探长能否得到上帝的眷顾，又有什么危险等待着他？下一集请继续关注冒险雷探长。